马可史诗皮肤对比，星界特工威尔史山海玄木银，外形都很好看，特工霸气，山海洒脱。普攻特效对比，山海释放绿色特效，过程中掉落叶子，目标身上出现龙头图案。特工深紫色特效，过程中掉落羽毛，目标身上出现渡鸦图案。普攻雾开。一技能对比，山海绿色特效，武器上出现龙头，特工武器上出现渡鸦，整体金紫色特效。同时释放来看看，我感觉特工的特效更足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在视频左下角主播的王者小店可以提前预定马可新皮肤了，预定必得夺宝机会，还有小智专属开局祝福语，同步游戏充值奖励和贵族积分，小智是签约作者，可以放心充。二技能同时对比看看，差不多打个平手。最关键的大招对比了，山海出现一条神龙和旋风，特工出现很多渡鸦，里面有宇宙和很多星芒，特效质感拉满了。同时来看看大招，我更喜欢特工的，这个大招不输传说皮。需要两款皮肤对比好了，小伙伴们你更喜欢哪款呢？